这里这么多南瓜哦，我带点南瓜心回去，阿静特别喜欢吃。这个南瓜心炒的特别好吃，我很喜欢吃这个。好了，够吃了，回去了。这样，你看，我拿了什么回来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南瓜藤吗？哦，这个好了，去哪里摘的？这个好久没有吃了。南瓜藤还能去哪里摘？去西瓜上面摘的。我要弄。OK。我们那边都是用这个叶子来洗那些野生菌的。为什么用这个来洗啊？这个不好吃啊，多浪费啊。因为它这个叶子上面有毛，洗得干净，不浪费啊。我们用那些老的叶子洗。熟了以后放南瓜藤，妈妈，今天怎么都是菜没有肉啊？有啊，这下面都是鸡肉啊。对，嗯，好的。爸爸干嘛好无聊啊？爸爸抓不好鱼，也冻得不得焦啦。肉不好，干爸会不会焦？哎呀，要打不给你焦，不一定被人带嫩。这样也好嘞，锻炼一下他。这样也好，最近的零食就吃完了。